1月1号也是大爱台13周年台庆，今年的感恩茶会活动现场，除了在台北的慈济人文职业中心，也到了台中嘉义、高雄、花莲，总共5个地区，透过卫星连线和当地的环保志工一同欢度台庆。 活泼小朋友加上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同仁合作演出手语主曲，大爱台13周年庆也是人文职业启用6周年的茶会，洋溢着满满的祝福与感恩。大爱台同仁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今天的活动，希望借由亲身的参与，能够真的表达我们内心深处对环保志工、中年、对地球的护持、对大爱电台的护持。 汇聚大爱清流，茶会现场也从台北、台中一路到了花莲，5个现场展现各地特色。响亮锣鼓舞狮带动热情人文，还要再加点本土气氛。不让掌中戏专门于前，台中的环保志工粉墨登场，就连大爱台的摄影记者也来助阵。 对，咱这些环保菩萨加起来年纪有几落百岁。回收物经过巧手变成乐器，大高雄的环保志工变身成为 rocker 组成打击乐团。 热闹的庆祝气氛中，更希望能够带动全台的环保新人文。我们要共同来宣导、来推动，亲近在源头。 要让大家不只做出台湾的典范，也要做出全世界的典范，好不好？好。做出新的典范，在2011年的第一天，环保志工跟人文志业要继续携手，透过环保，透过媒体传播，让清流绕全球。大爱新闻台北报道。